Ping pong. Subscribe. Huh?红鼻子的鲨鱼宝宝，看看我酷酷的鱼鳍，嘿嘿，我的更酷。哦，算了吧。北极的鲨鱼们聚在了一起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今年我又要拉圣诞老人的雪橇了。什么？我才是我们当中跑得最快的，所以应该是我拉雪橇。不过要说视力，我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，应该是我来拉雪橇。但如果是我拉雪橇会更帅气，因为我是最酷的。嘿，那我呢？我也想要去拉雪橇。你也想拉雪橇？哦，算了吧，鲨鱼宝宝，你太小了，没有办法拉雪橇。再看看你发光的鼻子，它太红了。大家看到了一定会笑你的。红鼻子，红鼻子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，有个闪亮亮的鼻子，闪亮鼻子，有个发光发光鼻子，好亮，大家都会笑话鲨鱼宝宝。为什么我的鼻子又亮又红？可怜又孤单鲨鱼宝宝，无法加入鲨鱼游戏。我知道我能拉雪橇。终于到了平安夜，圣诞老人聚集了所有的鲨鱼。今年拉雪橇的是琪琪，在；快快，到；酷酷，还有聪聪、理由看看。我们今晚必须要送完所有的礼物，快点，我们出发！呼呼呼呼，快一点，高一点，呼呼呼呼呼呼。雪橇划过海洋，突然出现一阵大雾。当心那只鲸！停下！哦，差点撞上了。当心！这可不行啊，雾太大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等一下，那边的亮光是什么？哦，那是鲨鱼宝宝的红鼻子。哦，是吗？那么我们去找鲨鱼宝宝吧。哇！鲨鱼宝宝，你的鼻子特别闪亮，今晚你能帮我的雪橇引路吗？好的，当然可以，交给我。鲨鱼宝宝带领着雪橇，看上去又开心又兴奋。哦，一只鲸，大家向左。别哦，小心。啊，谢谢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，你太棒了。鲨鱼宝宝万岁！鲨鱼宝宝又亮又红的鼻子万岁！红鼻子，红鼻子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，有个闪亮亮的鼻子，闪亮鼻子，大家都爱鲨鱼宝宝，你是最棒的鲨鱼宝宝，谢谢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很高兴，他的鼻子从来没这么亮过。万岁！鲨鱼宝宝万岁！鲨鱼宝宝拯救了圣诞节，圣诞老人成功把所有的礼物送给了全世界的孩子们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，去订阅碰碰狐。